前方就是长沙耗资3亿建的中国结大桥，因造型婀娜多姿，非常独特，被美国 CNN 评为世界最性感的大桥，远远望去就像一个巨大的中国结横跨在梅溪湖龙王岗河上。那么这座大桥究竟有多大的一个魔力，促使世界各地上千万的人跋山涉水，不远万里来目睹此桥的芳容。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带大家实地的去探访一下这座世界最性感的大桥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这个位置是在湖南长沙的岳麓区，从这个远处咱们可以看得见啊，它整体的颜色呢是这种红色的，看上去不仅特别喜庆，而且呢也非常的具有中国传统风，整个外形看上去呢也是特别的魔幻，有点像这个大麻花交织在一块，尤其是这个鲜红的红色真的是特别的引人注目。如今很多的人呢都会来这里打卡拍照，这绝对是成了长沙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之一。这座桥非常极具特色魅力的就是它横跨这个龙王岗河，全长一共是185米，高是24米，仅仅180多米长就耗资了3亿。大家可以想想看这个投资的心血。不过这座大桥呢也没有让我们失望，获得了一个比较高的荣誉，与北京的望京、搜狐、苹果、新总部大楼、梦露塔等齐名呢，共同跻身为了美国 CNN 评选的世界上最性感的建筑，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让人骄傲的成绩。我现在站在这个桥的下面呢，给大家看看这个桥墩的情况。它这个河的下面呢是没有设置这个桥墩的，可以说建起来的时候啊，这个难度系数还是特别大的，为的呢就是给大家展现出不一样的风采，看上去啊真的就像一个翩翩少女一样的特别的优雅。桥的这个底座呢也是让人特别的震撼，它总共呢是用了这个800万吨的一个方钢打造的一个造型，而且它每一块钢呢都是不规则的，就是这种异形钢相互交错在一起，而且它是由吊装能力为350吨，大型的履带吊车一瓶一瓶吊装焊接而成的，可想这个难度系数真的是相当的大。现在咱们呢好好的上去参观一下，它这个入口处呢一共是有4个拱形，在这里特别适合打卡拍照。大家可别小看这一座小小的桥，它足足用了2年的时间才打造好呢。这座桥先后呢也改建过很多次，所以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个状态呢是特别的新。不得不说刚刚走进这座桥呢就让人心情啊特别的舒畅，看了这种红色的是不是大家也觉得很喜庆呢？它这个台阶呢还是挺陡峭的，从这个侧面来看是不是这座大桥特别的妖娆，它设计的这个整体的方案也是保留了中国的一个传统模式，以中国结的形式呢来打造了一座桥，可以说是中西合璧吧。在这里啊，我感觉任何一个角度呢都可以拍出一个大片来，难怪有那么多的人呢不远千里来这里打卡拍照。它这个步道这里呢目前是用油漆喷的，给大家看看啊，以前呢好像是用那个塑胶的，但是塑胶呢容易就是在高温的时候啊它会破裂。桥的主体呢就是这些方钢了，咱们从这个从上往下看呢，它每一个步道上面呢都是有这个拱门的，就充分的体现了这种对称美。那么大家肯定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要耗资那么多的亿，耗资几年的时间来打造这么一座桥呢？它的意义又有何在？其实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大力弘扬和继承了咱们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种建筑以中国结的方式展现给大家，非常的具有文化底蕴在其中。另一方面呢，龙王岗南端的两侧有2个公园嘛，一个是梅林公园和银杏公园，而它们是一高一低的。那么这2个公园之间呢，如果说设立一座桥，
就必须跨过这个龙王岗和梅溪湖。如果是按照一个通常的桥梁设计的方法，是根本无法解决这个难题的。那么中国结这一种建设方案呢，就完美妥善的解决了，而且还建设出这么漂亮的造型，而且让这个南北两端的公园啊得到了这么好的一个衔接。我觉得这个方案呢真的是特别的好。第三个呢，每一个城市它都是有一个地标性的建筑的，我觉得长沙把这个大桥呢建设的这么好看，也是可以当做一个地标性来对待的，也是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长沙。站在这个桥上看风景真的是绝了，这边也都是高端的商务写字楼，这边的环境非常的好，我站在桥上看风景，这种感觉太惬意了。还有我们外行人呢，也不一定看得懂为什么要建这么一座大桥，反正我觉得呢，这么建设肯定是有它的一个合理性的。现在我就走到这个桥的最上面来，其实走到这个上面来还是挺费力的，因为它这个桥呢还是挺陡峭的。咱们从这边来看呢，它是不是像那个电梯的扶手一样的，反正都是哪哪都对称，非常的具有这种魔幻感。设计这座桥的这个建筑师呢也是相当的厉害，可以说是脑洞大开呀，才能够设计出这么美的建筑来。当然呢，在网上也有很多朋友都说这个造型特别的不好看，我觉得每个人的审美观念不一样吧，在我看来呢，这个建筑真的是特别的美。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如果说你走到这一个桥上面，走到任何一个节点的时候啊，又可以选择另外一条路，它一共是有三条步行道以及五个节点。而且在这个桥上呢也很适合锻炼，没有自行车的一些干扰，更加不用考虑这个安全性的问题。站在这个桥上呢也可以一览无余长沙的城市建设，反正我觉得呢，在这座桥上真的是特别的浪漫。从这边从上往下看，大家看看它还像什么建筑呢，我觉得有点像那个滑滑梯，不知道你觉得它还像什么。据说到了晚上的时候啊，这里的灯光照亮了这座桥啊，特别的漂亮。反正这座桥呢到了晚上就感觉特别的神秘，而又极具现代感。这座大桥在2016年建好的时候呢，也几乎是惊艳了所有的人，每天现在来这里打卡拍照的人呢真的是相当的多。我现在呢准备从这边走下去，带大家从上往下看的这个视觉感到底是怎样的。它这个地面呢也不会感觉到滑，虽然它这里提示着小心被滑，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材质呢是真的特别的好。这座大桥应该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座大桥了吧。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想说的，这就是长沙赫赫有名的中国结大桥。